开门时间还没到，门口早就排了长长人龙。口罩购买实名制上路第二天，抢买口罩民众依然挤到爆。这健保卡的尾数要是奇数哦，你们偶数的都不行。携家带眷来排队，甚至连板凳都带来坐。想买口罩的人实在太多，药局发起号码牌。我六点多就来了，回去拿椅子来。对啊，提早来啊，我六点十分。为了手中这张纸牌，大家可是起了个大早，因为一分钟不到，号码牌通通发光光，没排到的无奈全写在脸上。就那样分没有大理啦，他们八点才有开门嘛，现在才八点多就没有了。七号口罩实名制购买第二天，汲取第一天瞬间购买人数太多，电脑系统宕机的经验，这次药局也准备了应对政策。除了各家药局错开贩卖时间，分流同时上线人数，也增加作业电脑数量，提高作业速度。电脑顺畅的时候，原则上是10到15秒就可以完成一个人次的口罩的发放。在药局今天就多开台电脑，来让民众也可以马上的领到口罩。民众要上网去看那个，就是说哪几个药局还有存量，我们当时是做。口罩购买实名制开跑，单数偶数分开购买日后，即将迎来的第一个星期日，让大家都能买，但作业状况是否能维持顺畅，还等着看。这林伟，凤凰台报道。